总务仪器公司1196。突然想到那一家冷气很不冷哎。你们先跟他们讲一下。啊？那些事务组应该就会自己跟总务协调。使用无手光线，有子身上衣。收到一张效率最快的下单。嗯。1:50被送了下单，两点就过了。他们说那边是就两只啊，一直在这边，一直在那边。哦，结束了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有可能在我们。谁？还没啊，还没啊，他们在做，一直在修那里啊。嗯，谢谢。轮子坏了，然后没有轮子坏的，有水道，然后我们轮子坏了这么快，我只能那个轮子从头到尾都不是。对啊，轮子从头到尾都不是好的。到尾都是有瑕疵的。对啊，哎，他们早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他应该是没想过我们会把它顶起来。对，没错。被你们，终于被你们发现了。蔡明佳跟我说，哎。